哎呀，老爷，真的送来了啊！哎呀，多谢夫人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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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老爷，夫人还有什么吩咐啊？家里有人吗？哎，去看看。好好好。哎，就这么一张条案。 是儿子也争，你也争。当然得给我了，再摆上两个大花瓶，装个门面。哎，当今皇上可是贫苦出身啊，最恨奢华，最讲朴素。人家那些聪明人呐，把那值钱的东西都往室内放，你可倒好，就这俩破花瓶，还生怕别人不知道。<笑>是啊，是啊，就像我们青田乡下人，有钱的。 把那个金子都压在箱子底儿里，没钱的反而要镶个大金牙。哎呀，谁叫我是朝廷重臣呐？那皇上也一口一个老先生的叫着。我要是搞的太寒酸了，岂不是丢了皇上的脸吗？行了，那我回卧室了，你也早点歇着啊。你就让我进去，我就说几句话。你这个人烦不烦呢？我家老爷有令，天黑后概不会客。 有事白天光明正大的来。哎，我可不是跑来要官的，大人。大人，你管谁叫大人啊？我喊你叫大人呢。喊我？啊？你一个堂堂的县令，把我一个当差的叫大人，可不是嘛？你是刘伯温大人手下的人，刘大人又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人，刘大人家里的哪个不是大人呢？我们家里还有做饭的、端茶倒水的，你都叫大人？ 都叫啊！你们都和金銮殿沾着边呢，没听说吗？金銮殿里的一条小狗也赛过一个七品官呢。混账！哎哎，这只是打个比方。哎，我忘了说了，刘伯温刘大人还是我亲戚呢。说了半天，你才是大人呢。爹，孙芝山到了。好啊。 下官务园县令孙芝山拜见参政之事胡大人，免礼。谢大人。孙知县跋山涉水，一路辛苦了。为胡大人效劳，下官心甘情愿。这六大箱子都是些什么东西啊？大人请看，这是周朝的青铜容器，名叫虎形尊。 距今已经有2200多年了，周朝青铜器传世的无外乎文爵、方鼎、文部、新宫之类，像这种老虎形状的极为少见，可谓稀世珍宝。哦，好，好。<笑>哦。 哎呦，大人请看，这叫虎牛祭盘，是战国的，距今大约有1600年了。大人请看，这是一条牛，这又是另外一条牛，这是一只虎，俗称二牛一虎。据说唐玄宗。 李隆基为得此物，连杀3条人命，也未能如愿。妙，妙，真是上上妙品呐！那是一箱青铜器。是的，这是青铜器，那是一箱玉器，那是一箱金银。
那是一箱珠宝，都是一些贵重珍奇之物。孙大人，大人，胡大人，你别折煞下官呀，你就叫我孙知山吧。孙知县，犬子胡大鹏只带去1000两银子，就能买这么多的好东西。不瞒大人说，1000两银子，连其中的任何一件也买不来。哦，这么说，让孙知县破费了。为胡大人办事，孙某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。胡大人，你也知道，婺源县以及整个徽州府，可是人文荟萃、商贾众多的富庶之地，又逢改朝换代，只要我当县令的一张口，哪家有好东西敢不送来呀？有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，只要胡大人喜欢，过个一年半载，我再给你送一批来。孙知县很有本事。也够朋友啊。多谢胡大人夸奖。老爷，有人要见你。休宁县令府上云叩见御史中丞刘大人。哦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福县令是从徽州府休宁县来的。哦，唐四啊，你先出去吧。你这个王八蛋，真是个势利眼。这个，胡大人。徽州知府一缺，那放心，这个缺我一定奏明皇上，由你来补。谢胡大人提携，多谢胡大人。爹，把这些东西都摆起来吧。不，送到下屋去。啊，这么多贵重东西放在那个破屋子里啊？照我说的做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轻点，轻点啊！哎，胡公子，这个送给你。哎，你自己留着吧。这个是我专门送给你的。嗯，都看见什么了？看见有人深夜给我们家送礼来了。不错，都是些破烂山货。那还留它干什么？扔出去算了。哎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嘛。哼，一点破烂山货就想买个州官，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？就是想买个府台，少说也得3-5万两黄金呢。玉娇，你都听到了什么？没有啊，这不过是官场惯例。你忘了，家父生前也是前朝的高官呢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不对不对，你呀，现在是我的亲侄女，我是你的四爷。是。四爷，哎，不早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哎，哼，你这个狗官，装什么廉洁？我看，大明朝气数长不了。建明福上云。啊，上云，好风凭借力，
俯卧上青云，好名字。你住徽州休宁，我是浙江青田人，两地山高路遥，不知你我这亲戚从何谈起啊？大人认识徽州名儒朱升吧？当然认识啊，当年他给皇上提出了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的方略。正是。啊，那可是个有头脑的人呐。我们不仅仅认识，还是金兰之交呢。这就对了。我小舅子的老婆就是朱老先生的姨表侄孙女。哈，你可把我绕糊涂了。就是说，你夫人的弟弟的夫人，是朱老先生夫人的表侄的女儿。哎，正是如此。这可绕了18个大弯子啊。刘大人，我从休宁来拜访你老人家，山山水水可不止18个弯子啊。傅善云啊，你何苦要跋山涉水来认我这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呢？这是下官孝敬大人的一点小意思。徽州山货？哎，大人笑话下官了。金条，这么多呀？这还是小意思？这点小意思可是能办许多大事啊！大人的家事私事也该办办了。下官来京城时间不长，就听人说那些淮西功臣，不管官大官小，家家都在买田地、置房产、去家奴。等等。真有续家奴的事儿？当今皇上和皇后对续家奴可是深恶痛绝啊！那就是养家丁吧。大人为大明江山出生入死，功高日月，也该享享福了。哼，傅上云，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送我这么多金子，我该怎么报答你啊？大人，下官还真是有一件事相求啊。哎，别忙，让我猜猜。你是想当徽州知府吧？哎呦，刘大人，都说你是转世诸葛亮，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能掐会算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傅上云，这可是一笔买卖呀，到头来合算的还是你呀。大人，下官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看，你送我这么多金子，我为你升官出力。你这金子是哪儿来的？全是休宁百姓的民脂民膏。等你当了徽州的府尹，再去刮整个徽州的民脂民膏，岂不是赚得更多？大人，我……啊，你来，你看，我现在正在制定大明律法。你看看这一条，看看。朝廷官员收受贿赂银60两以上者，斩。你送我这么多金子，我得被斩几次啊？大人，这种立法哪朝哪代都有，做做样子罢了。大人放心，这次来我一个随从也没带。这件事啊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还有天知。傅上云，下官在。把你的赃钱拿走。大人，我再不拿走，你就不是上青云，而是下地狱。滚，滚。世上竟有如此不要脸的贪官。老爷，你也别太生气，气大伤身呢。你把那个坏蛋给我轰走，越远越好。是。侠客，不知你是图财呀，还是害命？要图财，你就走错了地方。我一向不留钱，就算有点银两，也放在夫人处。我这里能换点钱的，也就是我从家乡带来的几块青天石。不过这东西要找识货的，否则就是几块破石头。
害命，老夫一介书生，绝无还手之力。侠客，要是君子的话，还望讲明原委，也让我死个明白。我是来报仇的。啊，啊，还是个女侠，不知你报国仇还是报家仇啊？一年前，我就决心杀掉两个人，你是其中之一。今天我不杀你，是你自己救了自己。啊，请问侠女，此话怎讲？你的高风亮节，天知地知，还有我知。刘大人惊扰了。